我们2024年的第一段夏季课。那么我们背后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贡嘎群山，这个最远处的最尖锐的这个，就是我们的贡嘎主峰。那么同时，这次我们也带来了马小璐的 MT5543SV 这个5号脚架。那么之所以这次要带这个脚架的话，是因为川西的雪它基本上是集中在我们的春天，这个时候的风也很大，所以说我们就会考虑用这种管径比较粗的脚架来上我们的赤道仪，来保证我们的稳固性。那我们先趁着这个日落的时间，我们来把这个机器组装一下。这个机器的话，它本身是一个下面是类似一个球碗状的结构，就方便我们调平平衡了。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球台组装到